该结束任务了。上。 哟呵，久等了，待会儿再来收拾你。 查尔斯已经控制住列车了，再过一会儿就会进站。你先带唐鑫和瑞上车，我需要改变一下列车轨道，不然永远逃不出伤痛。吹风的速度可比风还快。嘿。 唐鑫，快去掩护罗组！哎，等等我！少爷小鬼，我来掩护你！丁随心，你去保护瑞。本小姐不是你们随便呼来喝去的。
我们要去找谁也逃不了，我需要时间。不太准的话，敌方很可能会有增援的。掩护我！你要干嘛？呼叫金鱼，让盖洛斯进来，拖住金鱼守护队。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你知道听到里有多少盖洛斯吗？越多越好。 嘿，动作快呀，罗少爷。 搞定了没有？对面繁星轨道限时打开的，这样的话，只要……喂喂，掉了，尽量别多了，你想不通就快点啊！公主，好了没啊？我们快递不住了，还差一点点。好了，准备撤退。 兄弟们，收工了，全体撤退！快！ 离开了。